下路一级机会不大，这把我上打这么积极啊！ 刷，要的。 还行，漂亮！哇，我这波拉扯，漂亮，起飞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非常可以。赚了，赚了，赚了！这波连锁反应，他们上单死的，中单死的，盲僧也死了，这波是易幻身，这兄弟。 应该能杀吧？走走走走走！这是干什么？这奶妈什么意思啊？ 换了呗，因为我这波他身上有我的印记了，下路又死了，哇，这奶妈这波游走挺烦人的，不然他们这波炸中上，对面F6要刷我们印记了，直接去F6吧，然后这奶妈还把河蟹给保住了，好游走啊，什么段位？你看奶妈这波游走像什么段位的，兄弟？ 我先拿印记，先那就先杀人吧，这个人头已经有了，先把这300块收了先。印记，一，二，A层啊 ，A 层，稳拿。好，来上，坚持一下，兄弟。 漂亮，不推是吗？哦，他不推，那咱们走吧。走了走了，能走不？兄弟，600块，600块，相信你，我不看，太残忍了画面。完了，那我的 F6 应该也没了。不过没事，他在我们下半区，那他的上半区会10个人会刷第5组，哦，第5层，直接去吧。 这个我就不要了，印记最重要啊。
有印记才能 C 啊。他们的道路已经注定。不过这一波剑姬可能会在，但没关系，硬吗？硬拿就可以了，拿完就走，拿完还能来中路找我找波机会啊，兄弟们。红 buff 可能已经被盲僧给吃掉了，拜拜。这英雄压线太好抓了，就主要是妖姬，你看我红果然被盲僧偷了，主要配妖姬这个英雄的中单，你就打中也太好，就妖姬必须要去帮的，这英雄你得帮他，你要帮了妖姬才能打出效果，这英雄你让他一个人玩游戏很难打出效果。啊，妖姬这英雄就是配合打野的，队友选妖姬你一定要去帮了，就非常好联动，是吧？去帮他又好抓人，然后抓死人，大家一起美滋滋。他现在有优势，他待会也能动的。要盲僧，拿先锋就好了，这一步。走吧，拿先锋，拿先锋。哦，他回了，他的红已经没了，这个时间是刚刷的红吧？说他回家这波应该要去下拿他的蓝 buff， 因为要控我印记了。剑姬闪现好。去帮他，继续。我知道还有闪，就是我一定要等他交了 W， 我才能上，不然我是上不了的。对，这就很舒服了。哦，漂亮！下路这波怎么在这个位置啊？我这屏蔽了信号，因为不然怕他们点信号影响我节奏。这一区钻一大师的，钻一大师的，钻一大师，等他们维克都出来吧，先把河蟹拿了。一区专一大师，鸡鸡没闪，继续，因为我发现了啊，就你这个人打得很激进，那就多抓他，对吧？打那么激进不抓你抓谁？对吧？你看，手一抓就有。你前面看一个人打的激不激进，我觉得就能判断这把好不好抓了。这剑姬疯狂打架，那就疯狂刷他就可以，别人都不用管。有一个人一直给机会不想，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一个人这样给机会，对面会非常难打。你看我通过这个剑姬，你看我什么发育什么等级，就是通过他，因为他太给机会了，然后他太想打架了，这个人。太想打架了，我操，得绕一下，我没大招，被盲僧在这蹲的话要死了。去上啊！但剑姬确实比青钢影打的要好，打的确实，他确实是能这么玩，因为青钢影，因为他对线，他能感觉到青钢影，他怎么会嘛，给不到他压力，
他就会打得非常非常的凶。他不想给我送印记，直接吃大兵啊，放前锋。然后再给大家抽个号，好吧？不管什么区什么段位，一区十区两个区钻石上不报应，好吧？二塔就算了，被反盾那什么？被反盾我们也是二 v 二优势啊。侠没大的，我知道他是没大的，因为他上一波在下路刚刚放的大招，这一波大招一定没好，所以这波我优先杀他，我就不管对面奶妈的。野区被盲僧破完了呀，收集者鞋子的话还是扔在图具吧。哎呦，稳点啊，我们下路掉了，剑技已经上头了，被抓的有点心态崩了，就是要这种效果。什么嗓子呀，上不了啊。谢谢阿涵看到的超粉，谢谢。玩这种花的啊？啊？你怎么喜欢玩这种骚操作啊？你想干嘛？就想哭啊？把我当傻逼呢？你是？挺有意思的，他在把我当傻逼啊！这两个 Q 技能居然也有想法，这两个 Q 他都有想法想中的吗？我这能吃到，那我是真傻逼。这个印记我想拿呀，有机会拿。盲僧没闪，手里也好像大招，不确定吧？大招不确定。有个机会等到盲僧过来，没来吗？因为我印记挂了他了，再杀他一波就更好了。侠没虚弱。有眼的，那就先拿火龙吧，兄弟们，先拿火龙。拿火龙，一个 Q1 挂上，打闪还行。
还行。先锋暂时不打，我们等他刷个印记再打。刷印记，应该还有二三十秒。反正对面也拿不了。多层印记。现在差不多可以打了，在打完前应该会比较印记会出来。OK， 来了。走过来他就分了一百，走过来就分了一百。买个飓风吧，那就。啊，上面的绰号在直奔右下角，大家可以参与一下，卡个粉丝牌，好吧，谢谢。啊，可以卡个粉丝牌。每次和我站的太分散了，啊，太分散了，救不了你啊，兄弟，每一波都很尴尬。他们维特托没闪，那我先标维特托，先杀维特托去。啊，但是这个助攻，这个人头得给我助攻或者人头，因为我印记啊，我这波没拿他的印记挺就挺伤，盲僧已经心态爆炸了，哈哈，心态崩了，黑白了。这把剑姬真的打得相当强，这个人相当厉害。你看我被抓成这样子，青钢眼一v一还是打不过他，我都不知道说啥好，兄弟们，真的，两边上单实力差距真的很大，非常的，我都这样子帮青钢影，还是会被GG单杀，我的妈的！要是没有我的话，那我们青钢影不是早就被干到高地上去了。还要过来干嘛呢？回家。下次六神装了，装备比我多好。十二层印记，六百二十五，再拿一层十三层就是六五零。十三层跟女警的攻击距离一样了，六百五。我们这装备带个大招，野区随便逛啊，都不用管有没有眼，有眼有眼也没用。我又来了，兄弟！他应该恨死我了，这一把游戏应该恨死我了。小龙刷印记了，按道理应该是出来直接刷的，为什么出来不直接刷呢？还要等一下的。
篡改了吗？这是。他应该是出来直接带印记的，但他居然还要等个十秒钟左右，五到十秒，感觉有点像暗改了。加补个装备，不浪不浪。这个局势买个饮血剑吧，买个饮血剑出来。这是大师，哦的钻一大师局。刚刚那个号是五百分，这个号钻一大师的。继续标击机，继续标击他。那边还不点，太顽强了。鸡鸡也终于挂机了，应该在吵架了。我觉得他们上野这把真会吵架，剑姬一直单杀，但一直被我抓，从头抓到尾。盲僧就怪他给机会，剑姬就怪盲僧不来，两个人就。各想各的，然后呢，现在在激烈的争吵，剧本都想好了。青睐剑姬说我无限单杀，我一直被抓无限单杀，你不来。盲僧说我野区本来军事局，你一直给千珏送人头，啊，没办法。